Flora， 那这一次呢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海洋保育活动。我原本认为因为旅游业很久没有开啊，然后过后垃圾会比较少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一次去捡到很多袋的垃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歇尔何莲池，我是第一次参加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就是你可以在你dive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是 C 标。 第一次参加捡垃圾啊！你看我满头大汗。爱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，就好像你看现在沙滩真的好多垃圾哦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爱护地球。平时不要乱丢垃圾，垃圾丢进垃圾桶就好了。不管是在海洋、在陆地也好，都不要随意丢垃圾，因为垃圾都会冲到海里去。 收获很多 crown of thorn， 这次呢能体验到捡这个 crown of thorn， 然后我才懂哦，原来 crown of thorn 是如何去处理。所以看他们这样很辛苦的把他们从海里面这样抓进去，那个网啊把他们弄上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在沙滩那边挖一个很深的坑，再把它埋进去，so that 它不会再伤害我们漂亮的 coral。 这是非常感谢 Kosé 给我们有一个机会，还有 long adventure。潜水不只是在于兴趣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。那如果我们开始做了的话，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会跟我们一样，会去保护这个海洋、保护地球。其实它传导的概念，看到垃圾就自然会去捡了。一起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，然后过一起保护我们的环境，一起 save the blue。 Kos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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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ve the blue。